你不找妈妈啦？那你不找妈妈啦？你想上哪玩？啊？啊？啊！朝鲜一时半会儿你过不去，你现在还没有护照呢。啊，对啊，朝鲜都出国了，玩一会儿吧，待会儿找妈妈去。啊？饿了？啊？叫啊，咕噜咕噜叫了。啊，这边你玩吧，要不咱就找妈妈去。那怎么办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九宝。好，不早了。好，不弄了，不弄了。